这个相声分多种形式，有柳活，有子母哏啊。这个刚才说了一种逗笑的一种形式，啊，最难说的呢是文哏，啊。接下来的，请您欣赏一段呢，《批三国》，表演者李云天、侯震。这不要那么激动啊！这个。这是久违了啊，我也是临时没事儿、啊、这个侯爷一直给我师傅开车，对啊，相声也没搁下啊，啊，天天也研究相声啊，就是开车的时候研究呗、啊、另外呢，人家侯老师还有一个爱好。什么爱好？这别人不知道啊，我们原来搭档过，我知道。什么爱好说吧。爱看书。嗨，这不光你，谁都知道。您最近研究什么书呢？我最近，嗯，我别说最近了啊，我一直都研究三国。谁呀？我呀。你啊、嗯、你瞧您这玩意儿，你看，你瞧，你不信你后台问问去啊，外边你打听也行啊、嗯、我有一外号，您叫一肚子三国呀。您呐，凡是沾三国的我都爱。你瞧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您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一肚子三国。没错啊。啊，三国里的事儿还都问不住您。啊，那是问不住，一肚子三国那能问住吗？真是啊。啊，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人都有啊。我这什么意思？好久不见上来说这个。今儿、哎就是、当着大伙的面啊，我非得难为难为您不可。难为我？您说三国里边啊，谁的能耐最大？你这这啊。这算不上难为我。您知道吗？我太知道了啊。关羽的能耐最大。哦，哎，关羽是有什么能耐呀？关羽那老厉害了。什么叫老厉害？就是很厉害呀。啊，关羽只要是红牌都能当杀、嗯、知道吗？拿过来是红的就杀。哎，一手红牌加上连弩，我弄死你。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，三国杀呀。谁问您三国杀了？那你问说书啊？说明书啊？说明书看得更清楚。说明书干嘛呀、啊、正经罗贯中先生的三国演义。三国演义那咱也研究啊。什么能耐？是不是不看书玩三国杀玩得好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关羽那书里说的能耐、啊、对对对，这个温酒斩华雄。哎，有是不是？嗯嗯嗯啊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呵，啊，水淹七军，对，这不都能耐吗？您那意思嘛，关羽能耐大？对，不对吧？怎么不对啊？你瞧，关羽这么大能耐啊，咱都知道啊，虎牢关，刘关张哥仨打不过吕布，你说谁能耐大呀？有道理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吕布能耐大。吕布能耐大？对对对，吕布有什么能耐呀、啊？那就吕布杀你一下，你得出两个闪。哎，你的对不对？您啊，您天天研究什么了？对不对吧？你受了吗？是不是？吕布有能耐？对，你一个闪就算死了。啊，那吕布这么大能耐啊？那你说白门楼怎么吕布让曹操给杀了呢？这问题你对了，对了，对对了、啊，对了，对了，要不然你也知道。哈哈，曹操能耐大。哦，嗯嗯嗯，曹操有什么能耐？曹操他没闪他可以管别人要啊。对不对？他谁有闪能替他出？是我旁边站一疯子、哎、你看了吗？什么叫站一疯子啊？曹操有能耐啊？那不对吧？怎么不对？那曹操这么大能耐，怎么那个赤壁大战曹操让周瑜给打败了啊？周瑜能让你猜牌啊？对不对？你这四个花色你猜，你能猜得着吗？咱俩聊的都不是一回事儿，怎么不是一回事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、啊、就是您那总体的意思嘛。啊，周瑜有能耐，周瑜有能耐。那周瑜这么大能耐，让诸葛亮气死了。诸葛亮他能看牌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谁不生气呀、啊？哦，是不是看三张牌谁受了啊？啊，诸葛亮有能耐是那不对呀、啊？啊，诸葛亮这么大能耐，怎么最后六出祁山让司马懿困住了？那你司马懿你劈他能反射呀，谁受了啊？对不对？他又劈你一下，
你最好离三国杀远点儿。好，好不容易说回相声，您怎么了？这是不是？我就说咱知道的多嘛，一肚子三国嘛。就是司马懿有能耐，是那不对，那不对。那司马懿这么大能耐，怎么在曹操帐下不得重用呢？你看我刚才就说曹操能耐大吗？那曹操这么大能耐，怎么害怕关羽呢？我第一个就说的关羽有能耐呀。哎呀，关羽这么大能耐，虎牢关刘关张哥仨打不过吕布啊，谁能耐大？哦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那是你能耐大。我有什么能耐？你能转圈问我呀？是不是？您这个您说相声有点亏了。那我干嘛去？你拉磨去合适？你对不对？合着我带您进环岛了。对，你找一环岛你转去吧。好，你别行啊，这侯爷对三国还了解，那你就问不住。嗯，一肚子三国。还真一肚子三国。哎哎，再问问您。嗯嗯，您说这个关羽的搭档是谁呀？那就更简单了。嗯，关羽搭档是关平。哎，不对。嗯，关平是干儿子。往那边摸。嗯，往那边摸。手势啊。这不是。哎，不是关兴。哎，关兴是亲儿子。问你关羽的搭档周仓。周仓是扛刀的，那不是搭档。这都不是搭档。搭档那就是刀了。青刀。青龙偃月刀。刀怎么是搭档啊？你想关羽出去他打仗过去冷兵器，他不得拿着这刀吗？啊，是不是？他不能把这刀撂下自己出去了，空着手，对面来也空着手，俩人互相抽大嘴巴，叭叭叭，谁把谁抽走算赢，是吗？那是关羽长胜将军大红脸都是抽的。是这道理。对不对吧？你这向着世家的理论真奇特，啊，这你瞧，你要这么说，那准是他了。刀不是搭档啊，刀关羽要不使这青龙刀，那是82斤的废铁呀。刀不算。问你关羽的搭档是谁？谁？刀不算。盔甲。怎么呢？衣服，关羽不能光着出去打仗啊，是不是？这兵都站好了，他一闪身出来光着，是不是？一丝不挂站这儿，老远一看跟火柴头似的，啊，那像话吗？是不是？一大红脸白身子，对，一小白人一大红脸，那不是火柴头吗？是不是？这那这那不用打仗，那都吓跑了。啊，哦，不对不对啊，那个盔甲他要不穿的，不跟刀的原理一样吗？那不是搭档，您怎么关羽的搭档啊？这么说，那关羽就没有搭档？有搭档？没有了？有？没有了？有搭档？谁呀？骑的马呀，赤兔千里马。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这是搭档啊！这个，对不起各位啊，这我其实我知道，我大意了。这还大意？必须得有马。嗯嗯嗯，有马能多打2格。哎，加上兵器，基本是打全场了。嗯，我说您天天研究相声，我都亏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这不是这好东西吗？啊，不错不错。啊，您关羽总体来说还是可以。那倒必须的。嗯，头一份三国里边第一位。啊，刀也好，马也好。是是是。那您说关羽这人啊，他有没有缺点呢？没有，很完美，没有缺点。人无完人呢。啊，关羽，您想想有没有缺点？没有缺点，没有缺点，有刀有马，没有缺点。嗯。不是您您这还一肚子三国呢？怎么了？你仔细想想。不用想，肯定没有啊！我拿我这一肚子三国保证，没有缺点。关羽有缺点？没有。有吗？有缺点。你说说。关羽占4个字的缺点。哪4个字？酒色财气。那更不可能了，更不可能。要说别人行，要说吕布行，关羽肯定没有。关羽有酒色财气？没有没有。哎，这话不是我说的。谁说的？这是给关羽驮石碑那大王八说的。这话那大王八说的。对，我咱好不容易合作一回，您不能这样。我什么都没说啊，你说的酒色财气。酒色财气是那大王八说。谁刚才说酒色财气来的？哦，啊，你看没看出来你还能脱石碑呢。您外行。这里有一个小典故。什么小典故？你看您这一肚子三国不懂吧？那你脱石碑这典故我哪知道去？三国也没写，你这。我给你讲讲啊。关羽死了，哦，各处修起了关帝庙，那是得有，是吧？啊，香烟缭绕，关二爷说：“我得瞧瞧我的庙宇啊，都得看看去。”哎，呵，香烟缭绕，好啊，香火旺盛，是是美啊，正美着呢。嗯，听见有哭的声音，有人哭了。哎，一看呐，
好吗？不是人哭，谁哭？给自己驮石碑那大王八哭呢。啊，你哭了？哎，你说刚才你踹你是吗？我还真不信。哎，关羽纳闷啊，啊，哎，王八，你哭什么呀？问你呢。啊。咱还能好好玩耍吗？啊，这还能玩耍呢，那就算了吧。这个王八说：“你呀，给别的神仙驮石碑呀，我不委屈。”你还真说出来了。你看，就给您关羽驮石碑呀，我是特别的委屈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都说您忠义千秋，没有缺点啊。感情我细一打听啊，您有四个字的毛病哦。您占了酒色财气这四个字儿，这是给关羽造谣。哎，说完啊，啊，关羽急了，那是得急。好家伙，残眉倒竖啊，凤眼圆睁，嚯，苍啷啷，宝剑出鞘，拿这剑尖指着王八，说我怎么占这四个字？你给我讲，讲得上来还则罢了，讲不上来要你老命。嚯！王八不着急啊，二爷您听我说，是啊，温酒斩华雄，您占一个酒字，在曹营12年，曹操给您美女无数，金银无数，您占一个色，占一个财，最后您怎么死的？您气走麦城啊，您占一个气呀，您是不是占酒色财气这四个字儿啊？哎，这一说，倒把关羽给气乐了。怎么乐了呢？苍狼啊，宝剑还鞘，哦，手托长髯，指着王八说了一句话。说的什么呀？说王八呀，王八啊，别看你是个畜生，是你还是一肚子三国呀。没听说。